Hi, 大家好 I'm Wendy, and you're watching Complex China. And in this edition of Collections, a man that does not need much introduction, 对，就是阿乐。Hi, 大家好，大家好。Thank you for opening up your office to us in your studio. Pretty much, 感觉都是艺术品 bouncing off the wall. 这一次请到阿乐来，其实是要听他跟他的收藏品中间的故事。其实大家已经都知道了，他阿乐有很多收藏品。还好，这满全都是。那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任何收藏品？其实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有没有新的？有没有新的？有没有 ？Please。有了，有一些新的。Yeah, 好啊，带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们直接走。OK。All right, let's go。所以就是这个是你的新的，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是我。还没拆，我留给你。你不知道是什么？没有，我知道啊，当然知 道,、哦、知道这个是我上次去纽约拍 Inside Out， 我们就有谈到，然后我说，我刚好一直很想 custom 一张画。哦，所以这是你 custom？ 对。哦，所以然后我们就聊，他说好啊，可以，他就帮我画一张。我说没关系，你 take your time， 然后你觉得你想到你再。所以这个是从去年 commission 还是前年？去年就是、okay. 去年十一月，刚好你们拍的时候刚好到，好棒哦！是上个礼拜到吧？对，上个礼拜到、嗯。我们大家一起来惊喜好了。对对对，我真的我就好像说好，你就 unbox， 我就等 Wendy 来就是。哦，谢谢 ，Oh, I feel so special。因为时间问题啊，我就已经拆了很多颗，不然你们要等很久。有啊，哦，我看到了，看到一点了，来，我先立起来吧。我也偷看一下，哇，往后一点。OK， 希望不会撞到我。二三，哇。真的好大一个okay. OK 好你知道蓝色是我 favorite color 哎、欸、真的吗、yeah. 那也没办法我跳到说那也是没办法亚瑟我们现在要坐回来我们可以好好的聊、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的身份都一直在改变 ，It's constantly changing from actor, singer, 创作自己的品牌、嗯、，and then fatherhood、嗯。其实你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嗯，那我想要稍微听你分享一下，就是20、30、40不同的阶段，你的 collecting how has that evolved？ 首先，我觉得不同的身份是随着你不同的年龄，就会自然而然会改变。其实我十几岁就开始收东西，哇，那么早就开始收了，收一些哇哦，杂志 ，OK， 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 DVD、VCD， yeah， VCR、CD， Walkman， 对，这些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歌，我喜欢的杂志的东西，我会留得很。哇、wow, ，就收得很整齐。OK， 所以你其实是从 teenager 就开始，其实我从小就开始 对、yeah. 有这种癖好。Yeah, it's great. 那我觉得然后、yeah. 然后我就开始收东西。二十到三十，我有比较多做，可能就是开始研究手表。OK， 古董表。所以三十岁很少就喜欢古董表，二十出头岁的。Okay. 我发现你其实很。就是你很明确，就是 you like it or you don't like it,、yeah. you want it or you don't want it, yeah. yeah. 我觉得那个很，我很清楚我自己喜欢什么。Yeah. 然后就大概是那我问一下，手表那时候除了手表，你也有收藏 maybe like 车子，因为男生就是喜欢。我收很多衣服， right? 因为我很喜欢衣服，我很喜欢就打扮 ，fashion，、okay? 然后 fashion，、mm-hmm. 然后很常偷偷去。国外溜一下，一天也好，两天也好，赶快去捞一笔东西，没有看一下东西，买，然后就回去工作。Okay. 然后三十岁过后就开始就变了，开始就慢慢变，觉得你会不会变得比较挑你买的东西？在很挑，艺术的方面，我很挑，就是我首先我是减少了很多有的没的衣服跟鞋子，工作以外就一直会偏。
就开始会变，像你说车子，我很爱很爱车子。有一些人对我有误会，就是说啊，你很喜欢炫耀，不是不是。嗯，当你喜欢车的时候，你会你有那个想研究，研究很久，因为你是愿意做功课的人啊。我一定要做功课，我才会愿意买，确定。你就觉得啊，你挑你最想要、最开心的，那你就慢慢挑，慢慢挑。那过程是很开心。那你慢慢挑的过程，你也会学到很多，然后慢慢研究。其实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我最享受。透过你的经验，你的 understanding 跟你的 you know just your eye, right? Why do you think 你的 collecting, even 我们刚才讲了 right? 你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二十三四岁 ，Why do you think 你的 collecting, you know, 会有这个 shift, right? How can you maybe explain more of the collecting ways of like 你怎么去 shift? 其实大家都一样，我说真的，我就算叫我在 art 这一方面的，我说是前辈好了，他们也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来就会收到最终极的那个，对，那个 art。你是一定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从小的开始，小的开始，然后你碰到一个中间的，然后你可能把前面五个清掉。啊，那听你分享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继续分配去听你其他的收藏品的。耶，那我们去下一个喽 ，Let's go。So now that we've shifted here, there's actually a saying, 就是说 boys will be boys, forever young, kid at heart.那其实，在收藏品里面，项目也有是玩具的 toys。那你自己怎么去分别什么是玩具，什么是可以收藏在玩具里面这个项目？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一样。OK， 我觉得男生都是视为玩具。哦、你问你老公也会觉得，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不会分说。我觉得男生不会分说啊，这是玩具还是收藏品，对他们来说都 it's all the same。那对你来讲，你目前收藏的、what is the collection or the item that、or items、你收藏的 has given you like the best feeling？ 你一收你就是很开心。There has to be like that memorable。我觉得鞋子好了 ，OK， 鞋子算是我觉得不会带太贵重，但我收了也会很开心。我是以前很爱收鞋子，最明确是结婚过后就跟。品牌朋友或许的，够了。我说收了，我真的放不下了。就而且我后来我觉得有点浪费了。那当然有很喜欢的，我还是会留着。对，就大概我觉得收鞋子我是蛮开心的。那你觉得最近或是这几年来你收了什么，这让你是又带回那个感觉？最近很刚才很喜欢，现在是哦，我就。开一台电车，就哦，一个礼拜就开一样，就实用。实用。对，然后比较新的，我觉得比较个人的。Yes。就脚踏车。对啊，因为我看你最近都骑很多、你也看到我的，就我骑很多，就是源头是来自于我教练需要要求我，我也要求我自己多做一点。叫有氧运动 ，cardio， 对，有氧。然后后来我就试试看，去跟朋友骑车，一骑我就很喜欢，爱上了，觉得哇、晚上骑，然后一骑就可以骑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哇、然后刚开始是十几公里到三十几公里，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 BMX。Okay. 是因为我以前很小的时候的梦想哦 ，BMX 就是 BMX， 对，就是 BMX， 就是觉得哇很帅 BMX，然后当然我不会那种转的那种啊，就那种 flip 啊那种，我没关系，casual wear， 短裤 vans， T-shirt cap 那种哦，可以就比较 match， yeah， 我觉得每一样东西看你怎么对待，就比如说。它的乐趣可以从很前面开始，挑车子啊、零件啊、座椅啊，挑很多配件，然后颜色不对就把它改掉。这个是我觉得我生活的乐趣。我觉得这也是你从你的 experience 和 and 不同的 perspective， and then adding value， 就这就加在一起，对 ，and then 这就是你啦。因为我在外面，比如说这台车，我。对啊，这是我借我朋友，因为我的那一台还没到，一点点不一样。然后
如果是我，我就把贴纸全拿走。嗯，因为喜欢干净，我喜欢对什么都没有。然后你看外面那台，你就看到什么都没有。然后颜色我选我自己喜欢的。好酷哦！我们又有一个，觉得比较。我们现在又知道你也会有个 new design 脚踏车，又有另外一个 release 對對對 reveal。我通常比如说像我的品牌也是随着我的喜好就会有不一样，就非常阿乐啊。其实也有非常是像你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想到我就做什么。那从你的人生 all these collections，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是老喜好啊，就是球鞋。哦，这个就是那个他们联名嘛。对，就是 Adidas 跟 Gucci。这个是最近看。就后来，我现在挑的是我会挑经典的款。如果有你有刚好出道，然后我觉得我的性格跟我的 style 搭得上，我就会想要跟想穿。不然的话，也许我就会 pass。感觉 everything that 从你穿、你看收藏品。其实就已经是你的 lifestyle， it's part of your life。对对对对对，我绝对会很 Oh my god！ 对，你是 the gazelles。然后就是、oh, 对，这就是 soccer, 老款啊，对啊。对啊，这双鞋子我喜欢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 suede。对，它的材质是古着的哦、欸，就 vintage 像 vintage 的绿，差点摔倒了。没事，像 vintage 的绿色，然后其实它你里面看它是有放 Gucci 很常用那种那个 velvet 放在那个 velour， 对，就是西装外套啊，對對對跟那个 handkerchief， 对，那种材质，然后我觉得哎。就是我喜欢穿的，人家看不出来都可以。对，可是你不会故意去 show， but you're just very like。就我是很挑， casual, 但是我喜欢出来以后，别人不要太看得出来。对，就很。我们现在 take it back， 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 ，right？ 你也经过了你的二十三十四十的一些分享，其实就感觉你是一个 professional collector as well too。Yeah. Now if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o it all over again。Right? 你会选择一样的方向吗？ Would you choose the same path or differently with your collect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我一定会再买 Nara. 我那时候没买到，我很后悔。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这就是你记得你拿某一年某一个机会某一个机遇你错过了。那我觉得啊，也是一个回忆。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那个欲望，有时候欲望太多也不好。然后你可以从你喜欢的东西再慢慢筛选，就告诉自己哦，我只有 top three 的我才会考虑。那你久而久之，你 when you look back， 你就觉得哦，有很多东西没有浪费掉，那个钱也好，浪费掉那个空间也好。我觉得精简是我觉得。才是最厉害的一个收东西的 ，as a collector。I think that'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 like for you know 观众 that are collecting, that learning to collect also。那你现在在你的四十岁的路，What would you give yourself if 你现在往后，Your 20-year-old self， 你怎么会 ？What would you tell your 20-year-old self?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yourself? Would you give yourself advice? No need. Just let it be. Learn and make mistakes. And yeah, 我觉得 mistakes 是 part of the 人生。人生应该就是好不好，好不好，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是 otherwise all flat. 对，觉得重要的点是你每一次高低，每一次有起伏，你都会学到一些， yeah. 就是你学到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增加了你人生的 toolbox， 就是经验，对，就是 OK， 放在这里，我永远都拿不走。It's actually that's what makes you who you are。够了，就觉得因为这也是坦白说，我真心分享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少了拍戏的原因。我觉得我不想，我六十岁过后一回头看，全都是在戏。现场，每一次都要现场，每一次都要现场，每一次都要现场。Yeah. Rolling， cut， 好，下一场。Rolling， cut， 好，再来一条。大家不要误会，说我很感恩，我没有以前的我，没有现在的我。Yeah. 但是我再次想
跟大家分享是，有以前的我，才有现在的我，但现在的我也不一定要跟以前的我一样。分享这么多，你有这么多的 experience and everything, you know, I think it's just 很 awesome, 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yeah, you know, always welcome. Yeah, and then 想要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后半年呢、any future plans?I know you always have something going on. You always, Allah, he's always 都有 something 给我们惊喜 Always, but 有任何可以透露或是分享一下吗？或者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你们就期待。我怎么知道他就会讲这句话？我们就让我们期待。对对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有那个 element of surprise. Yeah, keep a little bit secret. Yeah, I like that. A little bit like that. So 在这一集 collection 这次。可以听到阿乐他跟他的收藏品的故事。对。And then,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Complex China in this edition of Collections. Thank you, 阿乐 again. 谢谢。And that's it. Thank you. Peace out. Bye. 是one of my favorites, the Mazzocchi, Paul Newman Daytona, and that was an invitation. So that's not for sale. Not for sale. You could only get it from the investor.